以我今天这身造型，用一个字形容我。人。两个字啊。男人。在你们面前的专用来 check 啲 AI 有没有讲大话，有没有自我意识的 AI 测谎机。好像好高科技咁啊。TVB 之最智能爱人，每逢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，8度空间情不自禁播出。